啊，这个吗？啊，一会儿再喝啊，我放这几张，你拿着吧。那苦力一张有。じゃあこれと自分の手でのやつどっちにする？一個だけ。じゃあこれやめるわな。一次只能买一个。大家好，我是悠悠。今天带林酱来这个药妆店买点东西。嗯，码儿哈，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这块的疫情太严重了，就是我们这三桶签一天都有两三千，完了林酱最近呢一直都是待在家里，哪儿都没带他去，我觉得他应该也挺有压力的，所以就寻思来药妆店的时候我老公要在家，我就会把林酱带来药妆店来转一圈，因为药妆店的话相比超市人还是会少很多的，没什么人。本来还寻思夏天没过完呢，找机会带领酱去那个，幼儿的那个儿童游乐场。这不要宝宝。我那叫他洗呢。嗯，这个您给我加奶油，拿，这要放回去，拿。这是那个，是那个药啊，这不是玩具。啊，那也是，走，下次妈妈带你去买玩具啊。来，走了。我们去买思佳喜欢吃的那个布丁，好不好？公司不合适哦。嗯。啊？那你要什么？你拿。拿你喜欢的。这个吗？你要吃啊？我看看。这个你肯定不吃，思佳，我们换一个啊。现在呢，就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然后还有两个多月，林正就可以去幼儿园了。S。不要，今天你吃过了，放一下。那明天，明天再来买。不要。听话啊。拿，我一堆的。拿，我一堆。走，咱们去买那布丁啊，布丁烤哟。布丁一张喏。拿来一个切件的还是，多的。嗯，一个だけよ。那我会计しに行こう。ありがとうは。ありがとう。あ、死んだ。死んじゃった。啊，再等一下，马上回家就吃啊。我们林酱今天自己好勇敢的，是不是思酱？嗯，还是他的呀。嗯，回家回家吃啊。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自己付款买东西。打不开吧？妈妈按啊。爸爸どこ行った？何？何？あ、そう。この子すごいよ。何が？今日のあいつ自分のお金払ったよ。嘘。本当よ。嘘。うん。あいつが見た。賢いね、すーちゃん。大事に見て。ん？大事。这个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林家现在都可以自己买东西了。賢いね、すーちゃん。賢いよ。お買い物できんの？大丈夫だよ。パパ。お金は誰が出してんの？スジャ出した。美味しい？おかしないで。うん。あ、落ち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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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イス落ちる。再过两三年，我们家老二也可以去买东西了。跟他姐姐两个人，到时候真的可以，他姐姐就有五岁了，两个人一起去超市买小零食。可爱的小家伙，可爱的小，嗯。我不能搭配的那个的。你家吃肉吗？嗯。今晚没有肉，就做那个西红柿鸡蛋乌冬，好吧？嗯。你把那嘴擦擦干净，然后呢，那个冰淇淋不吃了。嗯。每次妈妈都接你的剩下的东西吃。
真的，我们家邻家有的时候他没吃完或怎么地，我觉得浪费，我都给吃掉了。所以呢，我觉得带小朋友家里有小孩子的时候，减肥太难了。你把手再擦一下。我们这边最近雨水多，这空心菜是长得真好，这都是第三茬了，马上又可以吃了。完了，最近我忙的院子里这个小朝天椒都没摘，有的都红的都干掉了，现在把它给它采摘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나어떻게자리였네이제장문지시작이죠마사지시작이로는你吃完这个饭再吃。第一个。你吃完饭再喝啊。嗯。睡觉之前再喝。下面我怎么办呢？果然吃不动。摘了这一点红辣椒，现在给它装在这个袋里。把它冻起来，因为还在喂母乳，我现在也不能吃。完了，我的婆家人，包括我老公，他们都不怎么吃辣。刚好也是大夏天的，吃清淡也好。这现在就冻起来，等到天冷的时候，到时候接母乳了我再吃。这是刚摘的，没有洗，有的都干掉了，直接这么冻冰箱就可以。然后最近看评论区，大家都说国内好热的，38-39度。包括我打电话回家也是，我们老家也是38-39度每天，反正家里也不下雨，那个菜都干死掉了。夏天过完了，但是现在这个刚入秋嘛，秋老虎也挺厉害的，大家一定都注意防暑啊。最后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了，那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日文小单词，就是暑，就是热。好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我们家林江刚刚玩水，把衣服玩湿了，给他换了一身衣服。现在晚上就给他父女俩煮乌冬吃了。快点！哇，你给加油！ありがとう。